嗨，我是凯凯，现在呢要把我们的一号得主超级闪电送给我们的钟先生，跟着凯凯一起到高雄美浓去，走吧。超级闪电的得主钟先生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全友各位友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那我想问一下钟先生，我们养鸽子养多久了呢？从国中的时候开始养，一直是养个兴趣而已，没有一个。哦，从国中开始喜欢鸽子，然后就开始养鸽子。那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这个产品呢？就在 FB 或是 YouTube 官方之类的，就会去搜寻一些赛鸽的资讯啊，又会看到你们贵公司的一些产品，然后看到我们的影片。早期就是会在鸽店看到耐久人的商品之类的。哦，所以才到我们耐翔沟去购买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，你知道你是第一个那一天我们直播第一个被我抽中的人吗？当天是不知道，是晚上朋友跟我赖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说我这么幸运被你抽中，真的好，而且是第一位哦，是的，真的第一个被抽中我们的超级闪电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那时候被抽中，就是你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。其实四只鸽子当中，我最喜欢的就是第一只超级闪电。真的假的？你最喜欢这只？对，因为我对盖比的鸽子很想要它的鸽子，可是我一直没有去。也没有去购买啦，也没有去说，就想说，看有没有机会得到一只真正的盖比的鸽子，来增加我自己的种鸽的一个阵容这样子。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被抽中了之后，这也是一个信念的问题吗？有，为了自己的信念。可是当时看到那个摸彩箱那么多人的话，应该是觉得说自己的机会没有很大。结果没有想到你是第一个被我抽中的，对，我的幸运右手。感谢你。应该没有那么浮夸吧？也是很期待这只鸽子啊，真的很期待。那你刚刚我知道你刚刚已经有抓到它了，那你抓到它的手感你觉得如何？它的扎实度、健康度是非常的好。那你知道，因为我每一只鸽子都有介绍影片，你知道你这只鸽子的观看率是最高的。因为盖比的知名度，加上它历年来很多人都说盖比的鸽子在南北海都飞得非常的发威，对，所以它当然是大家想要的鸽系之一啊。那这样我想问一下，你用了我们家的产品，你最喜欢用什么？还是你比较常用的产品是什么？比较常用的就是恒酸搭配一些分埃精啊，去给鸽子补充一下，或是说。做一些类似健康保养这样子哦，厉害！哎，我们许大哥，我们许督导在给你按赞了哦。刚刚听许大哥说你好像也有在比赛，有没有可以知道一下你的歌会呢？我们这边几乎都是放奇美歌会跟高频歌会。这个比较专业的部分就要由我们许大哥去做那个，我可能就是小白一个啦，看我穿全身白也知道，就是小白来着的啦。那也再恭喜一下，再一次恭喜我们的钟大哥。那待会可能要请你帮我们拍一下，就是看一下我们的鸽子，这样好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Thank you.
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别忘记订阅奈翔Go的 YouTube 频道，还有脸书粉丝专页哟。